供养。肾上腺素增加，我很紧张。你要哪一个，前辈？我需要做六次深呼吸，并且安定下来，因此我可以发现它。它实际上在一些水箱后面，它在阴影中。其他的动物站起走出来，然后终于自己走出来了。它离群而出，因此我们可以干净利落的射击，不会打伤人或其他动物。倒下了。我知道他中枪了，因为视野中见不到他。这意味着他倒下。我来到一个出色的牧场，与我儿子一起狩猎，多年来第一次狩猎，一次伟大的狩猎。很好哈。